请你跟这个人，你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，对看三分钟，好吗？五分钟也没有关系啊。好，那你就试试看。好，我相信你们就算聊天聊很多，但是不见得有这个机会能够对看，看看。对看常常会了，可没那么久了。对，对，没那么久过。我现在离开，好，然后三分钟后回来。小兰姐先说吧。嗯，没有，我就在想，为什么会这么喜欢这个人？